接下来先将时间交给孙，感谢罗东明老师的指导，也欢迎陈奕勤、彭朝阳为我们演奏美国民谣。谢谢奕勤和朝阳带来这么魔幻般的表演。现在让乐器小达人我来跟大家介绍笙的特色吧。笙是国乐中唯一吹、吸皆可发音的乐器，能同时发出单音、双音、三音或四音，有的笙最多还可以发出九个音呢，因此有和声乐器之称。无论是柔美的旋律、欢快的节奏、山林间的转转鸟语，或是低沉的火车器鸣声，笙都能很好的揣摩并演奏出来，堪称乐器界的模仿大师呢。